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倪子怡。今天我想要介绍我的机器，我的机器叫可爱机器。然后这个机器是用给你可以买东西，买那个玩具或是你自己的糖果。然后现在我想要跟你讲是什么动词，这个动词是推力。现在我想跟你讲怎么玩，所以拿一个硬币，或者是3块钱，然后呢我推进去，推，然后呢我想要这个对不对？是我把它推，然后呢就推出来了。所以，然后呢我想要跟你讲有什么材料，所以有一个鞋子盒。和你需要你自己你想要的玩具和糖果或是什么都可以，然后你需要厚纸板，然后呢你需要刀子和塑胶袋，所以我先把它打开给你看里面像什么样，里面就像这样，所以就可以把这个放进去。所以你需要先用你的刀子切一些长方形的东西在你的前面，然后呢你需要切这些小的正方形，所以可以推进去。然后呢你也需要一个大的长方形给你的塑胶袋，所以然后呢你就可以用粘胶从后面把你的玩具和糖果粘好，然后这些就可以推下去。然后呢你也需要切一个长的正方那长方形，然后你需要3个或是1个或是2个的正方形，它们都要一样。然后如果你放在这里然后太长的时候可以剪一些，像我有剪一些，然后呢你就好了。然后你需要一个空的果冻杯，所以你也需要切这样子，所以你可以放你的钱或是硬币放进去，然后放进去，然后这个就可以接到这个东西，然后这里可以放钱，但是我现在没有带一点钱，所以就是这样子的。然后呢如果你想要线可以，因为呢这个如果你的东西会滑下去就可以用那个线来把它弄上去，所以这样子就是了。拜拜，再见。